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早晨，我叫小露达咪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而家2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之前喺人哋做�嘢，2年，2013到2015年，照顾小朋友，仲做感冒。你怎样照顾小朋友啊？帮他做凉，帮他换衫，帮他换校服，送他饭盒，接他放学，为他做功课，为他玩。你喜不喜欢照顾小朋友啊？喜欢。你每天做些什么事的？照顾小朋友，做家务、扫地、抹地、洗衫、烫衫、买餸、煮餸。哇，都识好多喎、啊、吓！咁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煮饭、煮粥、煮饭、煮餸、煎鱼、煎鸡、煎蛋、火汤、炒菜。好唔好食噶？好食。好食啊！咁好，唔该晒你，拜拜。拜。